然后要落实从现在起各种烟花厂，这个飞飞秀的火变成火焰，变成了焰火革命啊！现在是各地啊，各地县市，像什么浏阳啊、湖南啊，这个包括湖南，就是几个地区医院也是死最多人。然后湖南浏阳还有江西的几个鞭炮厂，已经让公检法打进驻，不允许你生产鞭炮，然后还要溯源啊，制造鞭炮的材料要严格控制。然后现在已有的鞭炮必须销毁，啊，就是为了防止焰火革命。继新疆索菜刀啊，禁止卖白纸，现在禁止放鞭炮，连鞭炮的材料都控制了，说焰火革命要被他们掐死在摇篮之中。今天你盖特了吗？